sessiontimes.hk。好，又翻到嚟逢星期五晚嘅百鬼夜吟啊！而家系几点啊？12:00。哎呀，要计马会时间添。今晚有霞师傅啦，有阿星啦，同埋有阿 wing 嘅。咁啊，今晚我继续系成玩外音先啦。系啊，系啊，唔出样住，唔出样住。暂时，暂时啊，可能下个礼拜出得嚟嘅。系啦，系啦，就系咁样啦。是啊，check room 有一位老朋友回来了。是啊，多谢你啊。多谢你支持我们。嗯，是啊。是啊，希望我个比你那些东西好看啦。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你说未必好看。好啦，咁啊，讲返这个礼拜最恐怖的东西啦。是。我觉得恐怖的。是是是。怎样呢？不是的士佬住。的士佬传说来的，现在会有。不是，不是的士佬住。是啊，不跟规矩，平时是的士佬还之先啊。不是不是，因为今个礼拜呢。扔下鸡先。今个礼拜不好，都比较恐怖一点的。是是是，没错。就是Halloween 那天。我们上个礼拜还说Halloween 应该很好玩。是。但咧就冇諗過咧 ，Halloween 最後會發生單意外，係變咗人踩人嘅，就喺韓國嗰邊離太遠嗰邊。係咁，佢但係其實佢又唔係正式係正日嘅，因為正日係禮拜一嚟嘅。冇錯，佢係禮拜我哋做完節目之後嗰日。係啦，咁有個叫總算係有個週末啦，加埋叫節日啦。咁我俾香港人都係咁喺呢啲日子出去啦。係，都係一樣嘅。係啦，都係一樣嘅。個心態因為第二日要翻工，咁早啲嗰個週末咪。佢係禮拜六晚啊嘛。係啊，週末狂熱咁樣啦。咁但係就會發生咗個人踩人，但係嗰下咧，因為我哋其實香港真係會即時諗起。1993年的元旦啦，冇錯啦，即時諗起嘅。而我好有印象係嗰陣我好細個，但我有印象咧係有新聞，但係我個腦第一時間記憶咧，除咗呢個新聞之外咧，我係有印象點解咁深刻咧？係因為我記得我喺黃巴士嗰度有個唔知乜鬼專欄，有條友仔寫咗出嚟，描述曬成件事，我心諗。我細路仔睇黃巴士，你唔使寫呢啲俾我睇。黃巴士係咩嚟？黃巴士一本兒童雜誌咯。其實實際上唔係俾兒童睇嘅，而家發覺係啊，係近呢幾年先發覺，咦，唔係俾細路睇喎，原來。嚇！但係細個嗰陣係話俾細路仔睇嘅，點解咧？入邊係有麥兜嘅。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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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嗰度出嚟噶嘛麥兜。冇錯，我係睇麥兜嘅，所以我有睇黃巴士。哦，你一講麥兜我就有印象啦，所以我就睇黃巴士，但係就會咁樣好深刻印象咯，係因為佢都描述得幾恐怖嘅，人搭人啊，點樣跑啊跑出嚟啊嗰啲恐怖情景都有描寫嘅，咁就會即時諗起韓國嗰邊都會係咁啦。係，而蘭桂坊事件其實在後期出咗有啲講法就靈異啲啊嘛，就係因為佢嗰度有一幅畫像啦，即係有一幅畫啦，裡面係一個合圖嘅雕塑咁嘅嘢啦，有廿一個人合圖，係啊，合圖咁嘅雕塑咁嘅嘢啊，但係入邊係畫嚟嘅，係入邊係啲人頭嚟嘅，係啦係啦係，數埋咧就有21個，但係咁啱咧嗰陣。就話死嘅人數最多21個，係啦。咁而喺事後咧，因為我以前都寫過噶啦。其實我哋節如果一路有聽開我哋節目咧，我有節目講過嘅。我記得係某一年嘅last day。係啦，而夏師傅有個古仔咧，係關於呢個。係啊，嗰個古仔我係26集嚟。我嗰個古仔係真係聽翻嚟嘅。喺電台時代聽翻嚟嘅，就係有人打上電台。我而家即係你叫我霎時間噏咧，我噏唔翻。但係你嘅即係好似阿 wing 咁啦，你話齋揾翻即係如果揾翻嗰篇文咧，就第26集。即係如果你喺二月時報 page 嗰度個網頁嗰度揾百鬼夜吟，嗰度揾翻第26篇就會揾到噶啦。咁其實我就記得咧，就係有觀眾打上去。
得啲故仔出嚟，啲電台節目嗰度，話自己俾人擲住，但係佢係生還者，佢係死咗，死咗，即係有但係當然而家其實從來冇人揾得翻嗰段話打上去嗰個啦，係得個文字版，然之後咧應該是有第二個節目講翻話嗰陣時有人打電話上去。哦，但係揾唔翻嗰段時間嘅啦。係啊，咁係咪咧？咁無從稽考咯。係啊，即係其實佢係打上去，我俾人擲住咁樣啫。佢唔係講得好詳細。亦都可能未必係靈異節目添啊！嗰陣時有啲深宵節目咧，係會接電話嘅。啊，咁。不知頭不知路咁咯，即係變咗你聽我牛頭唔搭馬嘴，喺愛情故事嗰度講。係咯係咯，類似呢啲咁可能係係咯，即係一啲係講感情嘢咁樣，然之後話自己俾人擲住好辛苦，咁然之後唔知頭即係係咯，總言之有電台節目就咁樣播咗之後咧，過咗幾年，其實有人講翻當時聽過呢個咁嘅節目。哦。即其實都是挨近那幾天，即是發生講回就說當晚就聽到，哦，然後他就看新那個人應該這樣說，我打電話去說有一件靈異事件，就是我在蘭桂坊事件的時候聽到電台有人打上去說被人擲住，然後呢跟著新聞就報了蘭桂坊人踩人事件，咁上下嘅時序啦，你當下咁，然之後咧，有講話知道去邊間醫院啦，去到亦都有提及咧，佢係第幾個死者啦？哦，都咁仔細，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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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大咗聲，但係冇辦法揾得翻嘅。係啊，唔知咩節目，因為佢係事隔再過咗幾年講翻之前。原來經歷過件咁嘅事，一路都冇人同人講過，咁然之後開始有靈異節目啦，就打上去講咁樣咯。但係呢個禮拜咧，就因為發生咗韓國嗰單嘢咧，好幾個嗰啲咁嘅 Facebook page 啊，嗰啲網頁咧，就抄翻呢啲蘭桂坊嗰啲鬼故報翻出嚟。頭先人頭廿一個嗰個咪有寫咯。係啊係啊，嗰陣時又係咩咯？嗰陣時我就話唔記得咗係嗱呢單嘢就唔記得係鬼世界。定係靈州行，定係總言之有啲漫畫嘅，我記得係有漫畫都係畫翻嗰個封面出嚟，因為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嗰個九十年代嘛，一話有嘢咧，你想揾唔翻嗰張相，哦，即刻哦，嗰張海報亦都即刻收起咗啦。你其實喺第一時間發生咁嘅事嘅時候，即刻揾唔翻。所以啲人係可能而家有機會再你揾蘭桂坊事件都出現嗰張圖，只不過係某一日之前影到，而係好朦嘅。係真係好朦嘅，我見佢哋啲 page 嗰啲都係。係啦，即係冇一個好實在嗰個啦。咁如果好實在就係再畫嘅，係一個漫畫版嚟嘅。係啦。會唔會就係牛佬嚟做嗰啲鬼世界嗰啲？唔係鬼世界係 Yes 出嘅。Yes 嘅咩？咁牛佬做嗰個咩？唔知。唔知咩鬼雜誌嘅喎，講鬼故喎，我記得佢有講。嚇！咁書就我記得玉皇朝就靈州行啊嘛。啊。係啦。阿星應該唔知咩嚟，所以我都唔知，我都唔知咩。我都話啦，我最記得靈州行唔知幾多期嗰陣時有講辮子姑娘，佢畫咗出嚟好撚恐怖，我而家都仲記得嘅，就係佢係單眼噶嘛，講嗰個辮子姑娘。咁佢就畫翻佢嗰個樣子，哇！好得人驚。嗰陣時細個嘛，我都即係而家仲係好印象深刻嗰個畫面。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單韓國嘅事件就都慘劇啦，咁講。係咯，更加嚴重啦，150多人啊嘛，而家係151定153啦，去到我唔記得啦。係咯，係咯，係咯。咁希望即係只能夠祝福啦，即係祝福嘅死者已矣嘅嘢啦，始終呢啲事件
就接受手咗啦。係咯，正如大亨喺大香港講話齋，其實好少地方好似香港咁樣有咁嚴格嘅人流管制嘅嘢嘅。佢哋都有人流管制嘅，但係唔會去到香港嗰只咯。係咯，係。因為呢幾日咧，我睇嗰啲無聊。日本直播 YouTube 嗰啲 YouTuber 咧，直播啲Halloween 嗰個涉谷啊嗰啲狀況俾我哋睇咧，我就好無聊喺屋企。嚇！睇呢啲咧，佢哋係有人流管制嘅，都即係見到有啲警察棟喺度指你啲人行啦、啊、行啦、啊、行啦、啊，但係冇香港嗰啲咁恐怖嘅。佢哋咧淨係揸住個大聲公，即係見你唔喐嗰陣先嗌你向前行、向前行，跟住叫你冇嘢咧就放翻低個大聲公，係咁嘅啫喎。係啊，係 啊。但香港唔乸係咁嘅。唔係㗎，香港就算遊行都有狗擦啦。咪咯，係完全兩件事嚟嘅。所以你話去到一五六添啦，真係。係咯。係咯，個人數比較恐怖啊。咁就希望之後唔會再發生呢啲嘢啦。不過真係世事好難講嘅。係咯係咯，即係再加上嗰個環境係難以即係話難以預料又話又未必係，但係發生總係發生咗先至會有咩咯，即係有呢啲咁嘅嘢咯。但我見台灣嗰邊有啲討論好有趣喎，點解會唔會死咗咁多人咧？嗰度會叫咩啊？怨念好高，之后会好多鬼故事走出嚟咧。咁，哇，使唔使咁快问定？佢哋你又用翻台湾嗰啲就喐下都会系讲向呢个方向噶啦。咁都系。系咯系咯。因为我见到呢几日嘅讨论已经去到呢个方向。系啊，有啲灵异成分噶啦，已经我记有啲睇到嘅系啦。咁车王话有个无人驾驶，跟住我又打啦，我直头。你又有打？我有打，我有打上去啊！你打上去做咩？唔记得咗啦，就打得通啊！嗰阵时好难打噶。系阿星知唔知咩嚟嘅？以前唔知道，但系听得多你哋讲都知系咩嚟嘅。系咩咧？咩啊？系咩咧？系无人驾驶节目啦。系啊。顶你啊！咁样叫答咗我。系啊。其实他的节目就其实只是一个应该是有个推咪，就是他们的监制，就是我啦。接完电话呢，他应该只是会望住呢有没有粗口就加嘟，因为始终会 delay 的，是的。没有的话呢就什么，有些人呢就以为可以个个都是的啦，最初期呢就打上去屌你老母啊这样，然后就嘟嘟嘟，他会出街就出了嘟这样那些。通常讲一句嗰啲咧就会自己收线嘅，吓系咯，跟住播歌咯，跟住就等到下一个电话入就再嚟。其实系啊系啊系啊，中间咪摄啲播歌咯。系啊，一完咗一个又通常都播一首歌咁嘅，所以咧个啊下啊下啲时间。咁呢个无人驾驶嗰个同期咧，我嗰阵时都有讲过有只叫做玩拉嘅嘢，唔系你哋而家想象嘅玩拉嗰个 apps 啦。不是说打173那些啦，是不知道打哪个 number， 是怎样的互相撞的，大家都对方都是打这个 number 的时候呢就会接通的。蛤，但是不通的吗？没听过，没听过这些东西。很神秘的这个真的。不是，是用什么电话打的？固网电话，那时候都没有手提电话，那时候打整晚的。哦，即是禁制的。即是好像现在交友 apps 这样在随机配对的。不知道啊，真的，因为。但是禁制的嘛。是啊。你不是拨轮的嘛。拨轮都可以的，但是我意思是禁一个电话呢。不知道什么电话来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会知道的，那时候那个年代是的，就是同学玩啊，即是不是173173，不是但是那些电话都是九个字十个字的，那时候不会是这样的，但是你打那个呢通，然后呢对方又刚好有人打呢就会什么，有时候长时间通都没有人接通的。但你最后通过啊？通过啊，但是其实有一段时间最密嗰时咧，其实系好多人好无聊嘅，净系喺度狂捻讲粗口嘅啫。系吓，好捻无聊噶，其实。其实你听嗰个人系咪人嚟噶？又去翻个好多个接通过好多人，有男有女，全部都系僆仔嚟嘅。即系你会相信系大家都系后生仔先会玩嘅咁样咯。嗰我哋嗰阵时嘅最初期叫做玩拉，就系玩呢回事。那个感觉就好像就是打无人驾驶，你无端端接通
就可以講嘢，就光屌佢老母。通常啲人就係咁屌老母啊，又即係幾廿個字都係粗口啊，念到好似念經咁噶，好誇張。跟住鬥快 cut 線遊戲啊嘛。其實一 cut 線咧，又要再打一個。好啦，即係好撚古怪嘅。主要係啦，唔知不過唔知 chat room 或者聽眾有冇我冇聽過咯。每個禮拜都要去到老人台，呢個仲要神秘嘅老人台，好神秘呢個。係啊，未必有人經歷過。我完全未聽過。系咯，我谂大亨或者牛师傅都唔知道你讲紧乜。唔知道啊，应该因为嗰时我系啊点讲咧，就系、是、出嚟玩嗰段时间嚟，即系识埋啲唔三唔四嗰啲人嘅时候。但系咧系咯，有阵时喺啲唔知咩人屋企过紧嘢嘅时候，就系、是、啊，我记得啦，我就系喺啲唔知咩人嘅屋企嘅过紧嘢嘅时候，佢哋喺度玩紧呢啲咁嘅嘢，就识咗玩到呢啲咁嘅嘢。嗯，好撚詭異，而家講出嚟好撚似碟仙一樣，係咯，真係好撚奇怪。究竟對面嗰個人定係唔係人，你都唔知道。又唔係靈異電話嚟嘅喎，真係人嚟嘅。你咁肯定佢係人？係，而家都有嘅，而家有都可以啊！你打26209634，你都可以打上嚟屌你老母，都有人聽啊！嚟啊，你打上嚟啊，係啦，我俾你試，我俾你試，係咯咁。講翻嗰個，因為咧咁啱有人嚟講起同年代嘅嘢啦，係有好多噶，越錯越多，越錯越神秘嘅。我完全未聽過呢啲嘢真係。我嗰個年代係賴多少少咯，反正都係。嗰個係九十年代頭啊！我嗰個年代啱應該啱啱十八九，然之後咧我仲唔係係咩年？係九十年代頭。十八九是九十年代中咯，對我嚟講，係啊，九七年之前咯，因為九七我就廿歲啦嘛，嚇，咁喺嗰段時間，九七我係 B B 喎，係啊，喺嗰段時間我最記得我哋咪就係走過澳門玩噶啦，係啊，有咩玩咧？贏錢咯，玩贏錢。系啊，唔玩咩啊？我都想玩。玩俄罗斯妹啊！我四日赢咗4000蚊啊！每日个目标就系赢1000啊，如期达成啊！但系你要记住嗰日啲啊，唔系喎，九七啲人工都多噶咯，叫多啲噶咯。系啊，我嗰阵时就系觉得屌嗱声打工冇捻咁辛苦，倒捻咗24个钟头，屌你老尾，起码倒捻咗。喂，有人听过你嗰个打电话喎？咩啊？听过啊，劲啊，系啊。普通市民好嘢啊！普通市民劲啊！系啊，真系有女噶，听都未听过嘅呢啲嘢。系啊，好捻古怪噶，系咯，即系呢个好啦，好啦，九十年代系啦。咁讲开九十年代，就因为其实咧，又因为最系咯，哇！呢啲真系好似咁啱个话题。我哋讲完兰桂坊鬼故去边度？系啦，因为最近咧，我宽频续约，佢就送咗几年 D 加俾我。哦，咩 pass 嗰个嘛？系啦系啦，送咗 D 加俾我，咁我就翻炒咗一出。曾经我时已经写过一篇好长串嘅文章咧，就系、是、叫关于韦家辉嘅。吓咁前嗰排阿太子咪讲神探大战嘅，咁、其实我冇谂住睇再睇韦家辉嘅戏，因为其实咧今日我讲嗰个咧就系、世纪之战，我觉得其实喺世纪之战其实已经系韦家辉出尽晒佢所有嘅嘢摆晒喺嗰度，所有啊系。因为咧，喺世纪之战之后咧，韦家辉好几套电影，神探啦，呢咕呢咕新年财啦，我左眼见到鬼啦，总之有几出都系，其实喺世纪之战已经大只佬仲有，大只佬喺世纪之战全部拍过嘅啲情节，系啊。咁點解今日又講世紀之戰咧？咁其實近時係咯，我哋講鬼嘢嘅啫。我近時講嘅時候咧，多數都話俾人聽咧。世紀之戰咧就係大隻佬嘅電視版啦，講佛學啦。我覺得亞視好誇張啦。哦，係喎，亞視喎。係啊，亞視好誇張。亞視喎，係喎。因為大時代就喺無線喎。係啊，同埋勢不低頭啦。
咁我通常都會賴埋一齊講嘅，因為勢不低頭同大時代咧，除咗除咗唔係係唔係玩股票之外咧，咦係喎，呢堆嘢都係九十年代嘅喎。係啊 ，OK， 我哋真係跟翻個 trend 啦。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係啦，係啦，係啦。其實咁講啦，嗰、那個因果咧，其實係喺喺勢不低頭已經有㗎啦，就係、是、做好人。勢不低頭已經有。係啊，佢、嗯。總言之個，我只記得首歌啫。係啊，完全唔記得。係啊，係啊。我要講咩？嗱，我簡單講俾你聽，同大時代一樣嘅。總言之，有條友咧好撚好打嘅，一個就做龍虎武師，一個就係自由搏擊冠軍嚟嘅。嚇都係啊，鄭少秋做嘅。咁然之後咧，佢一樣咧，兩個人咧同樣咧俾兄弟出賣啦。然之後覺得佢嗰個朋友做壞事啦。然後呢那個朋友做壞事的時候呢就屈了他去坐監啦，他屈完他坐監之後呢出回來呢就想著報仇啦，不是在坐監的時候是申冤，申冤、兩出他都是申冤成功的、一出然後呢申冤成功出來就即繼續告他啦，第一洗不低頭就謝文武告回陸國榮啦，丁蟹咧就揾阿方俊新，方展博報仇啦，咁樣。然之後咧，結果咧就搞撚到家破人亡啦，嚇。兩套都係。嚇兩個故事情節大家係一模一樣嘅，只不過個背景咧就一個係真係好人，一個咧係自己認為好人。嗯。嚇，所以佢哋兩個角色都會有講人善人欺天不欺嘅。同一個對白，是啊，一樣的。然後呢在勢不低頭拉屎那裡呢，因為謝文武可以報仇成功了，即是將仇人都搞定了的時候呢，他在那時候應該是西貢一個場景來的，永遠都是的了，西貢有個廟這樣的地方呢，是有個場景呢，就是見遇到個和尚，個和尚跟他講因果。西貢有個廟，係啊，好多出戲都拍嗰度噶，就算啲古裝片都喺嗰度。難道係西貢入邊嘅車公廟？唔係車公廟嚟，係總言之有個西貢係有個車公廟嘅。我意思有個地方佢哋電視台成日都攞嗰個做場景嘅。OK OK， 嚇慳錢嘛嚇。咁然之後咧，呢兩出嘢咧就變成咧世紀之戰。世紀之戰咧就。一嚟咧就當然佢因為版權嘅問題啦，所以就要改名啦，就變咗丁嘢，你都係當佢係丁蟹啦，都係咁講嚇。咁佢又好人又壞人嘅，其實如果你睇出嘅時候，我過往咧就都係咁講，就係睇咗佢嗰個因果嗰、那個轉換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又係咁講，呢大半年都係呢幾個對白，就係話我呢幾年經過啲經歷啊嘛。咁然之後咧，就走咗去睇好多靈性嘢啦，咁包括阿卡西記錄啦。啊，頂你啊！而家睇翻次，我而家睇翻，我而家睇翻呢個世紀之戰，佢根本上就好多阿卡西記錄嘅嘢喺裏邊。其實都是那些東西，都是那些多重宇宙那 些選擇那些東西，經常都是告訴你你可以選的，預言到都可以選的，那這些就是阿卡西記錄那些，為什麼說人家不夠膽預言，就是因為其實預言了那個世界 是有的，但是你是可以走第二條第二個維度第二個頻道的那個軌跡走了出來的。呢、这個喺《天佑異聞》君不見都有咁講啊，大好人大壞人都係算唔到命嗰、那個原理啦。你當即係本來你人生有個軌跡嘅，但係你做好事嘅話就會脱離咗個軌跡啊，跳出咗嗰個頻道啊。咁嗰個頻道你咪再發生嘅嘢就所有都有創造性咯。另一个角度睇喎，你世纪之战变咗。系啊，咁世纪之战而家就系又系佢不断有讲呢啲啦。咁咩啊？冇女沟喺度。咦，有喎、啊，有电话喎、啊。喂喂 ，Hello。哎呀，你呢度冇开啊，我听唔到。等阵未开喇叭。系啊，喇叭嗰度。听唔听到？听到。呢度外边未有。等阵。应该佢系接咗嘅，我见到佢哋好似。
唔係，我聽到聽眾講嘢啊。但係我呢度冇喇叭啊。依個喇叭冇開。我懷疑係呢度係有冇開添。係、嗯，等請稍等啊，請稍等啊，係啦，咁樣效益旺你啊嘛，係啊，咁大時代丁蟹冇跳樓咩？大時代係丁蟹跳樓，去到世紀之戰係幾個仔掟佢落樓。哦哦，其實即係講嗰個續集就唔係真係續集嚟嘅。你當佢係重新再拍啦，其實。哦。嚇，其實佢有啲情節係改咗嘅。哦哦。喂喂喂。喂。係係。Hello。Hello， 聽到啊你。八鬼嘢啊！係你係邊個？我係邊個？我係 MK。MK 你好啊！哇，好耐冇打上嚟。系啊，因为我对上次打嚟四月啦。吓，我咪话半年之后打过嚟差唔多啦。系吓冇错。系喎，差唔多。迟咗十一月而家。你咁挑剔嘅你？咁啱嘅，唔系之前谂住打嚟嘅，唔记得咗啫。系。有噶，阿 Wing 嚟叫我打嚟噶。你有咩事发生呢？大。唔係，我冇打嚟吹下水啫。哦，就之前阿 Wing 叫我打嚟噶。哈哈哈！阿 Wing， 你記唔記得有一日啊？我做嘢撞到你嘅。哦，你嚟噶？哦，原來係你嚟嘅。係啊，我仲問阿 Wing， 你我係你聽眾嚟嘅，你好熟我咧。阿 Wing 又諗唔起。我做紧嘢系唔会记得嘅，你记住。系咯，原来系你喎、哦，佢就系同我讲，即系都翻嚟讲话有听众，边个咧又话有打电话上嚟添喎，咁。系啊，有打我嘅，近排少啫。吓。系啊，近排早瞓多嘛。終於係你啦，確認。我有估過係你嘅，其實有幾次。同阿師傅傾偈嗰陣，係啊係啊，嚇咁、啊、你有冇睇《世紀之戰》啊？冇啊，冇睇過啊。冇睇過啊！哇，人生一大損失啊！啱啦，deep 拍手啊，而家係啦。哦、OK， 冇啊，咪打嚟吹下水。不過近排我就冇乜特別啦，係啦，即係過埋個鬼月都冇特別嘅。咁咪好咯、啊，係咯，係好事嚟。不過就可以講啲少少嘢嘅，例如我可以講我同事有啲嘢啦，係係點樣講咧？好啊，因為都某程度上係未經佢容許就講出嚟，不過我諗佢唔會太介意嘅一個朋友。嚇！不過咁我就稍微刪略下啲情節咁樣，等佢認唔到啦。係啊，我冇，因為我同事。即大家吹開水，就原來知道咧，佢以前咧係有養古曼童嘅。係。嗯。係啦，仲係啊，仲有即係玩一排咁咯。即佢係齋養咯，佢冇話特別係想做啲咩咁樣嘅。即係冇求嘅，淨係。係啦，冇求嘅，淨係供佢啫。簡單咯。係啦，佢比較特別嘅佢份人，佢冇求嘅佢。係。不過就。咁你話咁通常講得古曼童肯定有啲古靈精怪嘢啦，定佢咪講咗一單好簡單嘅啫，就話佢咁你咁佢嗰啲古曼童咧係靚仔嚟嘅，咁佢就會定時定候會俾雪糕佢哋食，咁即係擺兜雪糕喺啲古曼童面前啦。係佢就講咗樣嘢好簡單啫，佢話夏天30多度，屋企冇開冷氣嘅，佢咪擺雪糕喺古曼童面前。是不会用的，完全不会用，不会用，绝对不是大陆，不是大陆整的那些啊，永不用的雪糕，是啦，是啦，挪走了就会用的，是，是啦，即供奉完之后，即给完他们吃之后，才会用，是啊，即总之摆在那里给他们吃那一刻就不会用，怎么都不用，他有没有说吃多久啊，会，你自己计，没说的，你覺得咯，有限定嘅。嗯，跟住係啊，佢話咁我，我問佢咁做有冇咩特別嘢，佢話冇乜噶啦，即佢冇求啊嘛，佢份人本身。嗯，咪都係跟佢個師傅做足平時即係點樣供奉佢哋嗰啲嘢咯。嚇、就係咁簡單咯。
嚇，咁都幾神奇嘅。如果雪糕唔溶嘅話，咁如果一路擺喺度，咁咪可以一拍住咪好過癮？咁佢又冇做啲咩嘢嘅？唔係啊，就係冇嘢先至過癮，個雪糕唔溶。啊咁啊咁啊，係你又冇講錯。內容啲都勁啊！屋企唔使買雪櫃咯。系，诶诶，但唔得喎，你俾佢食噶嘛，系咯，系你俾佢食噶嘛，可以攞嚟食噶嘛，系啊，你唔食得噶，营养啫，最多都系，啊，跟佢玩你，你去玩你，你就弊家撩啦，系啊，系啊，系啊，你俾佢就系佢噶啦，你明白到，你可以自己食翻噶，哦，得咁嘅，系啊，跟住啊，咁去咗讲到另外一单嘢。咁我稍微三解下啲情節啦，咁我咪話，咁佢養古曼童就有跟師傅噶嘛，即教佢點樣養啊嗰啲。咁佢嗰個師傅咧，就本身即係有即古曼童咧係要收翻嚟去，即去整一隻古曼童啦，係啦，即個原理大概啦。咁其實佢都講過話，古曼童咧唔一定係靚仔嘅，咁其實係有成年嘅都得嘅，係係嘅。咁佢就講過話，佢師傅咧，佢就喺某個東南亞國家啦，係啦，就捉到一唔係捉，即係請到一個啦，嗯，係啦，揾到一個OK 嘅靈體，咁佢就諗住就將佢變成古曼童，咁當然係要翻翻去自己個國家，因為佢離開咗自己的國家，去咗第二度揾翻嚟嘅，嗯，咁但係咧嗰個靈體咧。不肯離開他原本的國家，是那些殘留的東西來的嘛，是啦，那他照樣帶走了他的，就是將他放在某些容器，是啦，散了下之類的。 那發生了什麼事呢？很搞笑，那他要回到自己的國家嘛，由陸路，是我這樣說，是陸路來的，陸路過回自己的國家，要帶他離開他原本的靈體的家鄉，然後他師父呢由大概几个钟头的车程，不断被差佬截，系系咁截查佢，系无限截查，就系嗰个灵体喺度搞事。哦，因为佢唔想走，系啦。不过最尾都成功离开到个国家，咁因为咁、那个师傅真系冇犯罪噶嘛。嗯，吓系啦，系咯，亦都啲人唔会知道啊。係啊，啲人唔會知啊嘛，你因為你即係你收咗嗰個靈體嗰啲嘢，你唔顯眼噶嘛，即係你講人哋都唔信啦。係啊，係啊，係啊，咪就係呢啲咁簡單嘅故仔咯。係啊，佢講翻我同事講翻俾我聽。呢個呢個咧，正係咁講啦。嗰陣時就係睇翻啲神智學會分析嗰啲所謂靈界咧，即係其實大部分請到嘅。請到的靈體呢都是所謂的，其實他還要分的，鬼呢是只有殼的，就有些即是他是沒有意識的，然後呢只剩下他本身的記憶呢，就有些那時就是說我看那些資料呢，就有些修行者啦，你當是薩滿的巫師啦之類之類那些這樣的東西啦，就會利用，即是可以拿到這些的靈體的殼，咁然之後咧，佢再灌注佢嗰啲法力之類嘅嘢咧，就可以造成嗰個叫做古曼童啦，或者養鬼仔之類嘅嘢出嚟咯。嗱，其實古曼童同養鬼仔都有一定程度嘅差別嘅。有。係啦係啦，即係都唔可以撈埋一齊嘅嘢，係的確係兩樣嘢嚟嘅。你咁講啦，可以大方向係差唔多嘅嘢，係啦，大方向差唔多啦，即係係啦，啱啊，即係 KFC 同埋麥當勞都係快餐店嘅，係啦，嗰種情況咯，係啊，係啦，就係嗰種，大概咁樣啦，你可以咁理解，係咯，咁佢係咯，咁都幾得意嘅，如果就咁聽嘅話，因為因為有好多人即係點講啊，既然有咁多人真係喺度做緊呢類嘅嘢咧，又好難令你唔相信，我又話，即係如果唔係真係有人 work 嘅，而講緊我講我睇啲資料嗰啲，其實係好多百幾二百年前啲人做研究，
他们都是看到有些人是可以做到这些东西嘛。是啊，就是 Word。 是啊，就是那样东西很神奇。他也都在、即人家那里就、即那些神智学会啊那些呢，就直接他将他有分类啊、是数到这些类别出来的嘛、嗯、即是灵体的类别啊。那、啊、觉得挺厉害。是啊，不过就古曼童这样东西就即长得好就好，不好的都会有很大影响的。是、我们过往都过不少讲那些啦、啊嗯、阿卡都有讲有些 只不过无谓的就已经搞到、搞到我吃小餐饭就发脾气，周身周身即成身矮啊，真系。系咁我咁我就知道某单 case 就都几大镬，但系就唔讲得啦，系咯。哦，你问清楚先，下次打上嚟。系啦，唔系都唔会讲噶啦，肯定噶啦，呢、這个就好大镬吓。系啦，即系咁人哋讲咗俾我知呢单就唔讲得，总之就都真系如果话你。不是说你想不养就不养，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有时有些事就真的要做足一点，或者是咯，如果不是就真的超级大镬。 我知道那宗案件的情况是超大镬、那个人还健在的，你放心，是只不过就很有影响的。 是， 是即是说、一般人理解多一点这样当、你养宠物、你都要諗住養佢一世啦，即係嗰個心態。所以、包括你養鬼嘅話，都冇理由係當佢覺得冇作用嘅時候就撇埋喺一邊啊，或諸如此類啊咁樣咯。嗯，係噶，係噶，係咯。喂，好啊，多謝你啊 ，MK。係啊。系咯，下次再有机会再打嚟啦。系啊，可能有半年之后啊。哦，咁冇所谓啦。约定你，约定你。我撞到你，你咪又打，叫你打嚟。系啊。近排都应该会撞到你嘅，有机会嘅。我以为你话近排会撞唔到咩添。唔知咧。即系近排我都会系喺阿 wing 附近做嘢嘅，系咯。哦。系啊，只不过话阿 wing 见唔见到我系另一件事啊。吓。咁下次你有場所咁多人，下次或者你見到我就同我打招呼啦。好啦、啊，多謝 MK。好啊，拜拜。拜拜，多謝曬。係啦，即係養古曼童啦，呢啲類嘢咧，其實過往咧都我哋都有唔少古仔都聽過，都幾即係我只能夠講幾神奇嘅一件事咯，其實都係咧。好啦，咁啊多謝聽眾電話，我哋。第一節係咁多先啦，係咯係咯係咯，翻嚟再講。好。